这节课呢，我们来讲一下 Unicloud 的一个云开发平台。首先，我们想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前端同学呢，在开发一些自己的项目，或者在开发一些小项目的时候，想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项目，我们可能还需要找一个后端同学来帮忙做后台、做数据，或者呢，我们自己写一个 Node 呀，或者其他语言的一个后端接口，才能正常完整的把我们的项目开发出来。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技术或者库呢？可以帮我们快速的去搞定前后台完整的一个业务呢？那么答案肯定是有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UniCloud，UniApp 的一个专属云开发平台。那么 UniCloud 是什么呢？它是 d e c l o u d 联合阿里云和腾讯云呢，为 UniApp 的开发者提供的一个基于 Serverless 模式和 GS 编程的一个云开发平台。 那么，Unicloud 都有哪些价值呢？我们一点一点来说。第一个呢，对于前端程序员来说呢，你可能又 get 了一个新的技术，用我们最熟悉的 g s 语言呢，轻松搞定前后台整体的一个业务。有问题呢，他再也不用麻烦我们的后端同学了。那么下一个呢，对于开发商而言，我们不需要再雇佣 PHP 或者 Java 服务器工程师，每年呢至少节省了几十万。 开发成本呢大幅下降了很多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只需要专注业务，不需要去关心服务器运维啊、弹性扩容啊等等，Unicloud 呢都帮你搞定，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再去担心。下一个，在不发布 H 五的情况下呢，我们连域名都不需要去申请备案。小程序和 App 呢，我们免域名使用服务器。那么对于敏捷性业务而言呢，其实前后端分离的沟通成本是没有必要的。 我们可以考虑按业务负责分工，而不是前后台分工。这几点呢，就是我们 Unicloud 的一个价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看 Unicloud 的一个开发流程是什么样的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u n i a p 的项目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选择对应的一个云开发环境，然后就要去开始编写我们的代码。我们在哪里编写呢？我们要把它写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中。 然后将云函数呢上传部署到阿里云或者腾讯云的 Serverless、so、环境中，最后呢就是我们客户端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。这整个流程下来呢就完成了我们一个 Unicloud 的一个开发。开发过程中呢我们连接的是 DCloud 的服务器，运行过程呢是在手机端直连阿里云或者腾讯云的 Serverless、so、环境，我们不需要通过 DCloud 的服务器中转。 Unicloud 的底层环境呢，和微信小程序云开发、支付宝小程序云开发的基础环境相同，功能、性能、稳定性呢都有足够的一个保障。而且呢，腾讯云提供了一个基础的 Serverless 的能力，微信团队呢也是基于该能力呢封装了自己的一个微信云开发，而 Dcloud 团队呢基于该能力封装了 Unicloud，而阿里云呢也是类似的。 最后呢，让我们看一下 Unicloud 的一个构成。Unicloud 的主要的基建部分呢，我们包含了三个部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云函数。云函数呢，运行在我们定制过的一个 Node 环境中，有良好的性能和一个强大的功能。云函数中呢，可以执行 JS 运算、读写 NoSQL 的一个云化数据库、读写存储，然后操作网络，然后给我们的前端返回一个数据。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函数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在 UniApp 中开发呢，我们大概的代码是长这样的。我们在一个 GS 的严格模式下，通过 export .run，然后去把我们的一个函数去抛给了运行环境。然后在我们的函数里呢，就可以去写我们自己的代码，然后去 return 一个数据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。这整体呢，就是我们一个云函数。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一个云数据库，我们可以在云函数中去读写基于 NoSQL 的一个 JSON 数据库。这种数据库呢，对于前端工程师呢是更自然，不需要去学习 SQL，不需要去理解关系型和设计组件，这样就很方便我们的前端呢去做一个云数据库的一个开发。 我们可以直接在云函数中呢，去对我们的数据库进行一个方便的增删改查。那我们最后一部分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一个云存储和我们的 CDN。不管是在前端还是在云函数中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去操作存储和 CDN。在 Unicloud 提供的安全机制下呢，可以实现应用前端直传 CDN，避免呢服务器中转的耗时和一个带宽占用，而且呢还不会发生倒传。 同时呢，啊，我们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一个 Web 控制台去对我们的一个文件呢进行一个上传和一个删除和一个查看，对于我们的开发来说帮助也是很大的。基本上了解以上我说的这几点之后呢，我们对 UniCloud 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。那么最后，小程序云呢开发已经是蔚然成风了。微信小程序啊，支付宝小程序，百度小程序。 他们都提供了一个对应的云开发，微信公布了已有五十万以上的开发者在使用云开发了，而且微信自己的生活缴费呢、乘车码等大日货应用呢都使用了云开发。不过呢，这个流行技术呢一直无法跨端，这是他们的一个统一的痛点。他们都只支持各自的一个小程序，uni cloud 呢给我们方便的解决了一个跨端的问题，让 uni app 的所有端呢都可以使用一个云开发。 后面在我们的实战课程中呢，我会把我们的 Unicloud 的整体去把它拆开，实际的去应用到我们的一个项目中，从而呢使我们学会如何去使用 Unicloud 加 Uniapp 去开发一个完整的项目。